还是洗地机的。作为老油条的我，就推荐你们看看那些可拆可装的多合一洗拖一体机，装上去就是洗地机，拿下来秒变吸尘器，方便实用，性价比高。参考品牌可以看一下联想的这款 Yoga VC 激光洗地机，从这个全面屏就能看出它的功能有多丰富了。当然木头效应更是重要的评判标准。作为洗地机，本身5000毫安的大电池就超过了一般产品的平均水准，搭配900毫升的清水箱和800毫升的污水箱，才能做到真正的水电同步长续航。一般清洁15分钟，家里160多平完全没问题，清洁力也是可圈可点的。右侧超窄边，能轻松应对墙角贴边清洁，有个独特的双金属刷设计，保留了刮水金属刷的同时，这边多加了一个金属齿刷，可以刮开滚刷蓬松状态，也有效减少了毛发缠绕，清洁效率就提高了，拖得也干净。底部还有吹风设计，拖完地板就干得更快一些，加上前面这个激光烫头，一些肉眼看不见的污渍也能看得很清楚。现在的洗地机如果没有电解水除菌功能的，都不是个合格的选手，家里有小孩的，地面除除菌还是很有必要的，也不怕会有什么化学残留。在集装置清洁之后，有的是离心甩干，有的是热风烘干，它底部到位，两者结合，又节能烘干又吃力，才不会发霉有异味。拆出来能当吸尘器的机器就很考验这台的电机了，还好它是一台吸力达到12000帕的无刷电机，这个级别日常清洁或者到池上做个水手吸都是潇潇水的啦。清洁时有劲，电机还安静，这才真要命。噪音能控制在这个分贝还是有点能耐的，这种分开好用合并又实惠的性价比机器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这种普通家庭的，不是吗？